盖到这边，盖到这里就好了。盖到这里就好了，那这边拿出来，拿出来。大一台员工围着桌边椅子排开，跟着步骤仔细包装，仿佛是一条生产线。只见每个人的手从没停过，忙着包装礼物。而不少人还是趁着工作空档跑来献一份礼。我因为今天刚好也是在这里值班，导览值班，然后就看他们人手忙不过来，就一起也来帮忙。庆祝大爱电视成立20周年，今年特别准备了精美悠游卡、笔记本以及行动电源等一共8项礼品，要在1月1号台庆这一天送给参与活动的嘉宾。每一样礼物还有着不同含义。这个暖心福袋，然后都会有一张这个礼物卡。那这个礼物卡里面就有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我们有。上人的书，然后大概20的悠游卡，让大家心愿在人间，对每一个的意义，我们都写在这里。精美小礼物是要送给来宾的，然后把我们大家全体一起来把包这一个礼品，然后希望来宾来，然后认识我们慈济。众人齐心把礼物打包装袋，要让每位嘉宾收到礼物时，除了惊喜，还能感受到满满祝福。大爱新闻吕思萱、叶怡琳台北报道。